其实拜祭呢，唔系今日嘅，唔系耶稣嚟接佢哋拜祭，耶稣未有之前都有人嚟拜祭，一样我同你讲喺历史上咧，我俾你睇过字眼拜系跪落去拜嘅，啲华人中国人喺中国拜祭啊，6000年前已经拜咗祭，你哋离开咗，一样好多教会佢哋讲拜祭拜祭，你都离开咗祭。 今日我系带领你哋从头嚟过，叫你拜翻个主，拜翻个创物者、文物者，就系咁大啫。